菜啦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卿卿我我了，快点快点吃宵夜。天哪，咸水鸡耶。娜娜把她自己的打翻了，妈妈你为什么娜娜这么生气？还好桌子先擦完，不然的话，就浪费了。还有你的饮料，啊，你过来一个，他中间，但不是，因为他站那个位置比较好，因为这个都在中间。好，来，试试看哦。有辣吗？有啊。那你不能碰到，好不好？你试试看，盐水鸡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有像吗？有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嗯，打算卖咸水鸡是不是夏天？哦，可以哦。真的、哦？嗯。哦，那我现在知道怎么做酱汁了。真的、哦？嗯。我先列秘鲁。想吃的话，可以买那种鸡腿肉带皮的哦，嗯，就更有感觉，嗯嗯，然后看你想要吃什么，甜不辣、猪血糕就把它省住，但是有辣，这有辣，我用一根小辣椒、欸，哎，一根小辣椒，我们家的辣椒很辣，一根就够了。干嘛？想偷摸？嗯？硬要摸，真的是哦。再来做升级版，好吧？真的。我今天来先试试看，说盐水鸡的酱料是不是真的是这样？你觉得呢？你自己觉得这味道？我觉得有像、啊。盐水鸡它胡椒会比较重，对，胡椒会更多更重，我没有撒太多，然后胡椒粉多一点可以撒，但是我真的也不太知道配方，我就是看网络上面它基本上它就是盐、胡椒、香油、糖跟那个鸡汤而已、嗯，对，差不多这样。不知道，嗯，但他们好像会有油，香油，鸡油吗？香油。哦。为什么？给你叉子，你还要这样子？大家有看到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嗯。你当叉子是摆设，是不是？但说真的，这样鸡肉真的就真的太好多、哦。嗯嗯，不可以。嗯，最后让我想要加米血啦，哦，然后那、啊、不可以换。还有高丽菜啊，我是叶问。
挡，我挡。那我不知道，还是味道。哦，池塘你要去哪里？他从哪想到的？要走过去穿一只拖鞋过来。那里面葱啊、蒜泥啊、辣椒都有加。那不吃辣的话，你就不要加辣椒，那就是可以多撒点胡椒粉。还有蒜泥要多一点。蒜泥其实算蛮多的。嗯，还是说冰起来会更好，更舒服，因为它在是有点就是常温的。哦，嗯，因为其实我怕鸡肉硬掉，鸡肉冰起来会硬掉。哦，没有吃过咸水鸡这么多肉的，那其实这盘不贵，这盘也才100块左右，110、100块差不多。因为我们的爆量鸡肉，你吃。爆量鸡肉很划算。嗯。啊。因为它就是真的都是鸡胸肉哎，像外面那种鸡胸，它还带骨头，然后剪完之后肉就剩不多。妈。妈。有没有想爸爸？没有。明明就很想。爸爸最近比较忙啊，每天要等半夜3点的通告，他才知道明天要干嘛。嗯，然后现在都好晚了。然后最早的话呢，有可能半夜3点通告，早上6点的外机。哦，是哦。我看粉丝团上很多，大家都欢迎我，期待我回去这样子。哦，因为现在真的是多了好多新角色。嗯。有需要我回去凑个热闹，刷个宝。嗯。我们看看，你又多了什么新角色？叫。暴风金童到底是谁啊？你知道吗？我捞剧本的时候，原来我知道暴风金童是谁，但我却跟我讲，但我却不知道他是谁。我这有个花絮，超讨厌。我跟婉君，我们两个对话，然后啊，然后那边在说 OS， 但是他只有4个字而已，他进来就讲，他不用拍到我们，然后呢，我有30几个字，然后又看我手上还拿着剧本，他突然把我剧本抢走，然后露出一个很贼的表情，哦，差点没讲好。
因为我们收 OS 嘛，收 OS 的话呢 ，OS 就是不需要拍到你的画面，就是记录你的心声，会在事前或事后把它录下来这样子。所以你们在拍 OS 的时候，你手上可以拿剧本。对，因为不用拍到你。他把你的拿走，因为我那个我就没有背嘛，因为我你知道，就是反正之后到最后看着好好讲就好了、嗯，我就没有去专注。他一走过来，他狼里都有，他就把我、啊，我就让他拿起来，他就，还好我刚刚看了，刚好有赶快把它看完，我在讲，差一点点就害到。红恩哥了，因为在这拍的是红恩哥的画面。还有没有把它背？那个没有背到，那个根本就是只有看过而已。对。那大家都看到他拿剧本？没有，大家在隔壁房间，我们还在办公室，就是播出的。嗯。对。然后这个照片被我经纪人拍下来，太好笑了。好啊，想知道更多花絮的话，记得要观看我们的 YouTube 独家。拜拜。拜拜。